性没那么重。谢谢班班班送的20个英镑。唱首歌来听。对啊，嗯，根本就不算算什么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还是会怪你。这是我昨天一夜之间长长的，昨天长长的。嗯，对，因为刚刚我们才下公演，所以今天就比较晚。对啊，我的话你们都不信，那你们信谁的话呢？我现在是日益加重，就咳嗽控制不了，所以我也没有吃药。嗯，所以就日益加重。谢谢你的奶茶。没有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长长的，就昨天晚上我用了一个神奇的洗发水，然后它就长长了。还是会想你，还是会怪你，关心你一句小手语，还是爱着你，想走进你心里。我今天唱歌很声音很小声吗？对啊 ，Magic， 是的。我声音很小声吗？我自己听还挺大声的，因为我两边耳机都戴着的，所以听着就很大声。麦波有点小啊。嗯。可能是我唱的比较小声吧。对啊。不是爹的头发，都跟你说了，昨天晚上他就自己长长了，这是一个魔法。懂吗？这是一个魔法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嗯，还是爱着你。想走进你心里。晚上好。姑且一下，你不相信我，我给你们拽一拽，这真的是我昨天就他自己长长的头发，你们随便拽一拽，就拽不下来的那一种，知道吧？因为我那个咽炎犯了。这个用了多少钱学会的？对，交了一点学费。嗯，是的，交了一点学费。嗯。还好吧，因为我本来自己就有头发，这是我自己的头发，所以它要变魔法变出来的话，就会没那么贵，就不需要交那么多。不需要交那么多学费。如果说我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头发，然后要他们从头发给我变出来，就整套的话就会贵一点。嗯，不会的，这真的是我自己长的头发。对，哇哦，谢谢小伞的生日蛋糕 ，Happy Birthday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在你生日的最后一分钟啊，对，给你送上祝福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对。
行体会，此行体会啊，我就点到为止。嗯，我今天去剧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住院嘛，我就也没有住院没有饭吃，然后我就自己在楼下买了一个凉皮，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上去又发现，哎，竟然有饭吃，哇，好幸福啊！然后中午吃了饭以后就不饿了，我竟然不饿了，我到了晚上我都没饿，虽然说我现在有点饿，但是晚上公园的时候一点都没饿。谢谢你的玫瑰花，对，就是一楼的那个凉皮，我很少去那儿买凉皮，这是我第二次买凉皮吧，但是那个阿姨她就好像认识我一样，她说还是老样子12块，我说我什么时候来买过，好像上一次买的是一年起买，不说一年也有半年了吧，我吃完了，我中午吃了饭，然后又吃了凉皮，吃的好饱，吃了两份 double。谢谢你的应援棒，对，他可能把我当成其他人了，反正就肯定是那上面，他想的肯定是三楼的人。啊，这么爽，还给无限续，好棒哦。嗯，我这头发是真的呀，是我自己的头发。谢谢你的奶茶，是我自己的头发。阿姨好好，阿姨真好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个面包，我前几天买的面包，让我去把它拿来吃掉，我好饿呀，等我一下，我拿个面包过来。我来了，对啊，就是昨天变了一个魔法，当给你们看我买的面包。哎呀，叫什么来着？叫椰皇包。嗯，它有六个，才6.5块，觉得太划算了。然后可以吃3天，就是我昨天。这是我什么时候买的来着？哦，22、23、24，那今天要把它吃完，不然就吃不了。请你们吃椰黄包。晚上好，对，我要今天把它吃完，因为它其实现在已经12点了，已经12点了。对，才3分钟，没事可以吃。我那天跟谢飞去吃饭的时候，谢飞说看我吃饭的样子特别香，他说哇，你为什么能把一个饭吃得这么香？我说对啊，所以就是我比较适合去做那种吃播，没过期。一般来说就是很多东西它保质期写的是那么多天，但其实它就算推迟个1-2天也是可以吃的，只是说口感会没有那么好了，你们懂吧？不是说就不能吃，只要没有太久。对啊，我放在冰箱里的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感觉这个镜头这么奇怪了，因为我忘记调它的高度了 ，sorry。嗯。哎呀，这个灯好亮。
调暗一点。哎，怎么关了？怎么调暗来着？哎呀，我调不来这个灯。对啊，调不来这个灯。哎呀，好亮啊！我觉得有点把我关了。我裤子在变色。因为我的肚子。它是五彩的，什么五彩缤纷？你们不行吧？正能量小偶像是不会在晚上已经十二点过了还在这里吃宵夜的。对。我想到之前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开会，然后就有一个老总举例说之前有成员直播12点还在那里吃宵夜，就是用这个来当反面教材。他说：“难道不身材管理吗？这个点了吃宵夜。”哼！我当时默默听着，我说：“啊，那不能晚上吃宵夜了。哎，算了，那以后晚上吃东西就不直播了吧。”不是。问你们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们一般吃饭的时候，你们会配着饮料来吃吗？早上起来提前吃早饭是吧？会。那就是你们如果说配着饮料来吃的话，啊，就配着饮料，然后配着汤嘛，都一样嘛。那你们一般就是把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再喝饮料。还是说边吃边喝，就像我这样，我一般就是一口面包，一口牛奶，一口面包，一口牛奶这样。看情况，什么情况下会边吃边喝，什么情况下会吃完再喝呢？刚刚在吃饭，就是广东这边的吃法，干的就边吃边喝。这个抖音啊，不是，这个歌单有点熟悉啊，换一个歌单。搞个那种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搞个那个晚安电台。谢谢你的应援棒。我也是属于那种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喝一口的人，但是我以前有个朋友，他就是不会边吃边喝，他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，然后剩下一个喝的再慢慢喝。什么角度没什么味。这个好像是扑克牌，黑桃扑克牌。
还有个螺丝的，我还有个螺丝的耳环。哦，对啊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其实也没有放很多，就三个吧，就是都比较简单的造型，可以自己做了。但是在上公园前，我本来不是这个造型的，非常意思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浪漫火箭，跳闪掉了，笑死我了。根本不敢看，我不敢看是什么鬼样子。我上去的时候，我头发是这样子扎起来的，然后等我跳完下来，头发都这样了，就感觉突然一下子这个歌都没有活力了，变成了一个抒情歌。是我吗？是我差点抢拍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两边都戴着耳机的，我听不到。然后到有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发现了，我发现哎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在跳这个动作，就我一个人在跳。然后我就等，我就站在那儿等了一下。对，然后下去的时候，南方猫就说好像有人抢拍了。我说应该好像是我吧，我有点印象，感觉应该是我。你待会儿回去看一下路过啊。我开局就抢了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，我开局就抢了，我感觉我开局跟大家跳的是一样的呀。现在有了吗？我真的感觉我开局跟大家跳的是一样的。自我感觉良好啊。哦，出来了，9分钟前。我先看一下户外，我们来评评。我先来看这个。第七评，我现在就看。救命！我觉得这个衣服，这个换 M 的衣服就是看着好看，但是上镜真的好胖啊！而且我肩又很宽啊，不，我肩不宽，我的手臂很粗。哇塞，好大声的抠声！哦，你说的这个衣服，对，因为八班也在穿，四班也在穿，今天就有两首歌穿那个衣服，那个叫什么？哇，这个镜头可太会切了，我们三个人的一个镜头，哇，这个镜头可太会切了，我真的不得不夸一句，你们评评，这空出来是干嘛？这个镜头就三个人，就两个人，就这里。为什么不能多切一个我呢？好吧。马上跳错了啊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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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笑死！转了个圈，把我给自己转懵了。
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叫小鱼跳男位，我惊呆了，一个这么可爱的小萝莉跳男位，这个程度完全不亚于方琦跳男位好吗？我就知道他还拍我的腿，怎么这个 wave 还是有层次的？我上两天我说我们的 4M。四个人四个风格，然后说没关系都是红色的，四个人四个画风。看一下，哎呀，真的好大声啊！看一下麦 boy， 听一下麦 boy， 你们听得到我这里的歌吧？为什么脸这么红？好好笑。我跟奶黄包这里 love love 都比了 love love， 招牌动作。还好啊，我觉得没有很小声吧，还好吧。可能是因为我在等他的拍子，因为我上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拍子就是也是抢拍，然后我这次是唱得很小心，我很怕抢拍。没有，我的那个咽炎它就只是咳嗽不舒服，但是不会影响到嗓子。
特别搞笑，我们这里我跟奶黄猫设计的是他要往下跑，我就去下面追他，结果他忘记往下跑了，然后我们俩就台上站着。咽炎一般不是抽烟引起的，我建议你百度一下啊。我这个话我没法接。看一下浪漫火箭，看看我们的浪漫火箭，浪漫火箭。有点卡了，网不是很好。来了，再吃一个包包，还好吧，前面没抢吧。嗯，怎么了？这个屏幕怎么了？给你们看，长达两秒的黑屏。哦，又有了。哪里？没抢啊，我的动作跟他们不一样。啊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刚刚那里，刚刚那里前面，期待着穿越银河时空，是吧？那里抢了。节奏，你们很久没听浪漫火箭了吗？镜头都被捕捉到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好累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哎呦，不能错动作。
你们说的那个时期我都没有经历过，感觉很是很美好的回忆。美丽世界，你是说这套公演吗？我错过了一个，等会倒回去看，笑死。现在不放过我任何一个错了动作的地方。怎么你没看我控场过 MC 吗？控的比较少，但是我是从当时派对的时候就有控过场了。哇塞，看一下冬日啊，看一下冬日，啊，谁会以为我全程跳错啊？就跟在现场听完全不一样，哇塞，就跟在现场听天差地别，惊了。对，可能是因为现场有混响。然后直播的时候没有混响，哇，然后是好稳，然后是好稳啊，不管是现场听还是直播听都很好听。没水了。几杯差点没噎死我。我们唱的有点快，不快不快。滚滚滚滚滚滚！诚邀大家来现场听我们的冬日，真的很好听。我觉得现场听真的好听一点。
一口。你们听唱和声的时候，真的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就感觉我的声音完全融合在里面了。快乐还是歌快乐？是哪里快乐？你说吧。都是这个版本，对，我们一直唱的是这个版本，从首演到现在都唱的这个。只有九个人呢，台上只有九个人，这首歌。扩音真的很大，哇，好大声，好大声，好大声。好，剩下的就等我下次有时间再补吧。明天可能应该有时间补。哎，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本来预约了明天要干嘛来着，可是我现在忘记我预约了什么。 Love Live 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我就是不记得了，我因为我记得25号调休，然后呢我就预约了一个什么来着，可是我不记得我预约了什么，妈塞，真的好头疼啊。头疼。预约了。还是说没预约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好像预约了周一，预约了吗？哎，我不记得了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记性好差哦。我们继续放歌来听吧。不吃海底了，最近在戒一切需要让我花钱的东西。了个寂寞，我昨天真的失眠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好困好困，好累好累，可是就没睡着，一直到3点过，绝了，然后早上7点过就起来了。娘借口袋48，真假的？娘借口袋48吗？我怎么总感觉我嘴巴里有头发？哎，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烦，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，就很离谱。离谱？不是，可能是我本来打算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又没有做，可是我现在不记得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了。
对，诚邀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我们四班的工艺，真的很 nice。点赞，点赞，谢谢谢谢你的奶茶。大概是因为最近睡得太少了，就睡太少了，人的记忆力就会下降，是这样的。谢谢谢谢你的奶茶。因为我们是甜妹，是甜妹，好吧。好了，差不多我要准备睡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要跟大家说晚安了，拜拜。晚安。